仲唔翻埋位做嘢？去啦！啊，唔該曬。妖！我明白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可以做到的，都夜了，不如早点睡吧。法官大人，我听不到证人讲。都好惊啊！判断不到佢讲嘢真定假，咁对我嘅当事人系非。你会冇事噶，你细话过嘅，要做到最好俾姐姐睇。